大家好，我是游神真希瑶，这是高法师高原第二拍，刚刚看到是月亮跟星星。我刚刚问了一位摄影师大哥啊，他是日本人哦，然后我问他说富士山看得到吗？然后他说要早上一大早的时候，所以说这边是有几台车停在这边，是明天要睡在这边的，然后明天起来的时候就拍富士山，所以来这边车泊的都几乎都是摄影师啊。然后我现在下面这个地方，它就是周防市的哈，然后周防湖的话要开到前面一点才看得到，可是他说也是要早上才看得到，晚上基本上很难拍，然后秋天会比春天更好，对，然后所以说我现在已经知道路了，然后下次我就会利用早上的时候，秋天的早上来这边拍。很可惜啊，因为天色还没有完全暗，好不容易冲上来，不过没关系，我是游神，我有不屈不挠的精神，跟着圣居老师走遍秘境绝景。以上。